自动分配，我选蓝色啊，蓝色基本上苦战，然后我是纪念这些卖萌的新手，因为今天在战场上看到很多新手嘛，所以我会选择跟他比较，你知道，看有什么裤子可以买，就是尽量不要被发现，好像都没有，对啊，选这个头盔是因为不要让新手有那个压迫感，就觉得啊这个人他的那个样子好像是高手，然后他会紧张啊这样。我有火焰魔法石哦，等一下开给你看。三颗火球，可是呢你手上握一颗火球，你被人家打掉，你的魔法就没了，你的 mana 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三颗火弹就直接喷在地上。我想说应该只会喷一颗，没有，他三颗直接全部喷在地上。你不觉得很瞎吗？哦，这不是 DJ 吗？这么勇敢啊！谢谢。啊，你的陷阱要不要放一下？我也很怕说他放在我后面呢。那个什么 retard 是什么？那个好像叫脑残吧？是不是？那英文单字是弱智，我忘记了。脑残。他们外国人很奇怪，你不用骂 fuck you 啊 shit， 你骂他一个 mad 就好 ，mad you mad， 你恼羞你，然后他们就不爽，很奇怪。有时候看人家在那边讲那么多，我就说你 you mad， 就打一个 you mad， 然后他就不爽 mad， 真的我不知道这个单字很斯文的单字他们会爆发，真的。哦耶！第一次拿锤把人家敲死。他在那边那个，他在那边做那动作被人家打死。对不对？我待在这边，我只是想去戳弩炮，我没有想要去战场。靠呀！我多重？对吧、啊？一半而已。我以为我很重，我想说应该马上就要死了，说因为应该跑很慢了，你知道？这个还是会砸死人，这个吃一发应该。这种执行任务，我最好是轻便装一点。对，因为我穿重装哦，我要出来真的很难。我现在执行一些战术，你知道？这一拖他们重生了嘛？对，我就应该安全的。那、啊、这个人也很奇怪。哇、哦，这一次正面啊，你看到怪怪的。我们第一名就拿卯的，然后第二名拿弩的，应该是吧？我看一下他的，看一下他杀一下人，我看一下。对，第一名拿卯嘛，然后他还没杀人，是不是？37，冷静沉着的狙击手这样。哎、欸，他还没杀人哦，真的好久、哦，37，对吧？弓箭手不好射，最近生意不好吧？我觉得。哇，这个好惨，这个。等他杀了哦，对，他拿弩，看到杀了。哦，欢乐时光总是特别快。
我每次进去一直杀人，我都觉得时间好像打了半小时40分钟，结果一场也不过20或16分钟，真的过很久。啊，在那边拉赛的时候就觉得好快啊！好，那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次的雷吉剑斗呢，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